北京冬季奥运将在2月4日正式开幕，但包括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及英国在内多个国家，基于对中国人权记录的关切，宣布外交抵制，不派遣官员代表参加北京冬奥。而包括香港、西藏、维吾尔人在内的多个组织，5日前往美国广播公司 NBC 位于国会山庄附近的办公室，呼吁该公司放弃转播，不要报道涉及种族灭绝的运动赛事。抗议组织希望，即使 NBC 仍决定转播，也应在过程中关注中国人权问题。该抗议信有超过200个人权组织签署，包括国际藏人组织、香港、台湾、维吾尔人及中国等都有人权组织参与联署。环宇新闻陈静综合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跟最新趋势。